诺诺，今天把这道题做了。妈妈，你怎么又给我出题呀？不出题怎么学习啊？做吧，今天这个简单。20减8，这零减的不对呀。0减8根本就不够。哎，这咋不够啊？这零不够用，那你到前面借一位，到二那里借一位，不就够用了吗？万一他不借怎么办？不借。他怎么能不借呢？二他那里有，肯定会借。借。妈妈，你保证吗？他要是不借，听你名字管用不？你想笑死我？提我名，提你爸名管用？去去，提你爸名，你想气死我你？有人。快手，看见每一种生活。